管理专科学校深耕地方永续服务，善尽大学社会责任，为扩大学校资源，加深在地产官学合作，于110年办理宜兰地区基层领袖永续教育培力增能计划，借由实际走入校园体验，让宜兰校区最有温度的校园介绍给在地的领袖。咱大家一站在做服务，然后呢，共同来创造我们在地的特色、亮点跟效益。特别是我们乡长真正就怕命，就怕命，拢在想做啥，会使甲大家斗三工。所以有今仔日的合作，那我嘛希望今仔日大家伫遮拢会当算甲足欢喜的。啊，我若服务无周到，大家要感恩。多指导，多包涵，再次的代表更新所有的教职同仁，欢迎各位，欢迎，谢谢。受到疫情影响，今年首度合作的对象是校长林淑文的娘家礁溪乡的乡亲。乡长张永德特别邀请村长、社区理事长、公所公共事务相关课室人员前来更新专校宜兰校区，让基层领袖与礁溪同样拥有温泉资源的更新专校进行交流。今天是非常的难得，也希望说咱在座的目前你在未来，咱的咱大家经济上、社会发展上吼，咱国度更加创新吼，咱更加有其他的习惯吼，其他的做法吼，来帮助咱的大家吼。我再次感谢着所有的咱的全体秘书长、咱社会的职工吼，多数的公司的主管同志吼，也是大家的努力吼。希望讲今仔日伫个咱个更新这个所在，咱有法度大家拢收获满满吼，把咱部分部分吼，咱站起来咱个打开，好不好？好。校方规划一系列丰富创意的活动内容，将研发成功的高龄手作课程带入这场领袖体验营当中。今天希望各位所交心的领袖带回到各个村、各个社区，我们以后可以把各个社区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东西，我们把它发展成地方特色，这才是我们今天办活动的最主要目的。所以我们请各位领袖呢，所以我们就是不一定要用温泉，不一定要清扫。你只要想到地方有什么特色，那就想到我们更新，我们更新就可以帮各位开发一系列跟地方在地特色有关的产品。然后，开始到我们今天的目的。副校长黄炳新与兼任老师王涵颖带领参与培力的地方人士，以礁溪在地特产金藻萃取物，经由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学和练习，让大家了解这每一个动作都有着强化高龄长者肌耐力的设计。刚刚那个是小溪化哈，对，这个东西在社区为什么给理事长跟村长看这个？在社区就是给老人家一个很好的运动，要从手部，从手部，然后到整个肌肉的运动。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它只有动画产品，在帮社区做很多器物的行销，一般是从老人啊，想退老了，人际各位。礁溪保养品 DIY 体验也象征着更新专校将研发成果分享给荣获2021台湾金泉奖的礁溪乡，希望为礁溪温泉首都带来更具深度的社会福利跨领域的服务。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训练完之后长辈他还有化妆品可以用，他会有助手。好，因为我带到很多社区很喜欢这个东西。好，这个做出来就是温泉的精华液，还有你要用温泉精华液，好，就是嘛，它刚刚就是 SK2 了，你基本上做出来就是 SK2， 安尼搞来台湾艺术 SK2。期间，校长林淑文先陪同乡长张永德参访更新专校进好园长照机构。由于礁溪乡拥有开办10年、照顾10万人次长者经验的礁溪云水日托班，目前也正在筹设相关的空间，提供乡内长者使用，
双方从照顾长辈的空间和软体服务，透过参访深度交换意见。澡堂唔敢惊长辈吼滚会滑倒，嘿，这泡脚诶，泡脚，嘿，这个长辈正啊，起泥板踩，做醋鱼啊，这个很做醋鱼，我这个就好诶，系啊，这个就是诶吼，因即马工作人员拢有踩汤鞋。在此同时，三楼行政会议室的体验课也有了成果。每一位村长和理事长以及公所同仁学习老师的指导，了解在制作保养品的过程，也是一种手脑并用的运动。大家完成的作品也十分期待参访更新进好园。对于许多曾经办理过日托班的社区，以及正在努力成为日托据点的伙伴，大家对敬好园将如何照顾长辈都相当有兴趣，详尽听取黄副校长导览解说，了解校方细腻规划的用心。这里有一个其他地方日照没有的，叫做小龟基。什么意思？比方说我今天出国，我要出国，我爸妈不能看要安怎？我出国五天晚，我爸妈没有人看怎么办？没关系，请来住这里，我们可以临时住宿，你可以住三天、五天、七天都可以。我们这个高度就是符合轮椅的高度，让坐轮椅的长辈他也可以种菜，也可以拔菜，所以它是一个符合轮椅的高度，嘿，所以让长辈不用蹲下去就可以坐了。然后呢，他也可以在里面无聊，他也不想上课，也不想干嘛，就去喂鸡、喂鹅。我们的鸡也会生蛋，他也可以捡鸡蛋。更新专校多年来致力于青营共创、农村再生的辅导，让就读的学生做中学，学中做。像是餐饮科的学生就负责起基层领袖体验营的中餐美食，经由老师的带领和指导，不仅协助同学通过餐饮认证，也提供机会让学生为地方服务。享用了在地时令美食之后，分成两个组别要进行其他的手作体验，采用更新专校特有的温泉水制作温泉豆腐。这是由于礁溪同样拥有具备深厚人文底蕴的温泉文化，因此更新专校特别商请宜兰优秀青年农民陈春南指导大家手做温泉豆腐。哇哇哇！这豆腐啊！哇，漂亮漂亮！赞赞赞啊！掺金枣酱了，对啊，哇！嗯，足香的吼，很香哦，嗯，对，很香啊。来一起一起。哇，口味怎么样？自己做的更有味道。对啊，好吃，蛮好吃，那个嫩，对，嫩啊。另一项手作则是用礁溪特产金枣，以烘焙金枣酥 DIY 体验方式来增加新鲜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好，来，搁一粒啊，不要搞一遍哦。我钓是恁的哦。哎，包好的比较好的就可以烤了。糖包了，汉了。来，交给交给。好，来，要几分钟？按照你的八号。好，第二组的可以，拿出来。修哦。啊，要翻了。谢谢嘞，好爱变啊，我觉得真水哦。一整天下来，对在地产业相当熟悉的村长、理事长和公所同仁，透过更新专校与礁溪乡公所合办的领袖循环经济体验营，对在地产业有更多元创新的想法，能引荐社区长辈来到最有温度的校园泡泡汤、做做豆腐，还能够带回产学合作的思考逻辑。为礁溪的特色产业和社会福利开创新的服务思维。